农历新年就快到喽，与亲朋好友团聚吃饭少不了。位于南加州亚凯蒂亚市的楼外楼，每逢过年期间，必定推出喜气洋洋的年菜料理。看着一道道精心烹调、摆盘精致的菜肴，还没动筷，就已经让人大饱眼福。首推这锅只有新年期间才能吃到的佛跳墙，采用18种高级食材，包括干贝、海参、鲍鱼、猪蹄、红枣等等，慢火熬煮好几个小时，让人一碗接着一碗。另外还有十全十美全家福，采用火腿、冬菇、鲜虾、蛋饺、鱼丸、粉丝等多种食材熬煮的高汤，喝一口全身暖乎乎。其他主打的年菜还包括结合白斩鸡、冻肉、牛腱、烤麸以及冰糖莲藕的五福拼盘，软嫩多汁、入口即化的红烧蹄膀，肉质细嫩、滋味甜美的富贵全鸡，鲜味满满的上汤龙虾意面，香喷喷的螃蟹炒年糕。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碗红红火火沸腾鱼片。最后，过年期间当然少不了这道清蒸全鱼，祝福您年年有余。我大概平均一个礼拜都要来吃个两三次，菜非常的道地，那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口味，尤其是特价午餐，让我们来谈谈生意，吃个午饭都是非常的好，不管是它的这个猪脚啊、扇糊啊、龙虾，如果说需要好一点，那其他的菜都是相当的道地。我喜欢这里吃的扇糊，这里扇糊都很好吃，而且很新鲜。在南加州具有多年历史的楼外楼，主打杭州风味川味小吃，每到用餐时间高朋满座，口味深受老饕们的喜爱，回顾率也超级高。亚凯迪亚市的楼外楼是过年团聚的好去处，让您在旺旺狗年里鸿运当头，富贵满堂，但是别忘了要事先预约定位哦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